我考上大学也算是一个意义比较大的事情嘛，就想用通过骑行来让这次的旅途变得更加意义非凡一点。整个骑行的路线在上面标了途经的比较大型一些城市，总共是1440公里，感觉路上能够见到很多没有见到风景，看到各种各样的人，还是挺开心的。我觉得为我的大学生活起到一个好的开头吧。飞天的梦想从这里起航。